大家好，我是康康。大家知道我的 YouTube 频道已经开了好一阵子了，但是因为之前太忙，我都没有好好经营。最近我要开始上传影片咯，这些影片会有我的日常生活，还有一些好玩好笑的东西介绍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多多订阅哦，要记得按小铃铛才可以随时 follow 我的最新资讯哦。每个星期四晚上10点都会准时上传哦，要记得多多观看。爸爸你在拍什么啦？根本不是你在讲，是妈妈，一点也不好笑啊！好吧，拜拜喽，拜拜。